有關咧就香港政局。嗱，而家我哋跳到另一個 subject 啦。嗱，究竟立場新聞呢件事嘅發生同香港政局有冇變化咧？有個變化有冇關係咧？我自己個人覺得有噶。嗱，我必須要講出嚟咧，就係、是、大家咧，而家你喜歡唔喜歡都好咧，而家大家如果要閱讀香港嘅政局咧，有啲人嘅言論咧，你必須要睇，必須要咧研究。咁咧，當然北京係發表一啲權威性嘅文件或者權威性嘅言論啦，譬如夏寶龍喺選舉期間發表嘅一啲言論啦，又或者咧就係北京發表咗響有關香港嘅民主政制嘅一個白皮書啦，有啲話八三一人大咧可能咧唔係淨係八三一啦，人大可能常委會咧會有啲決定啦。嗱，依啲咧其實咧已經構成香港成個政局其中一啲好重要嘅元素。咁咧，我希望所有香港人，無論你係黃營、藍營、中立都好啦，你一定要呢啲文件咧，或者呢啲內容咧，你一定咧要好 noble， 即係話咧好咧公正咁睇啲文件。喺啲文件某個程度上咧，你信與唔信，或者你信唔信服都好，呢個唔係信與唔信啦，你信唔信服都好，佢都係咧。而家香港政局其中一個好大嘅隱情嚟，咁即係話咧，大家唔可以唔睇呢啲文件，唔可以唔睇言論嘅。咁除咗喺北京權威發布之外咧，香港咧仲有似乎有啲北京代理人咧係獨立於香港政府，亦都獨立於咧就係中聯辦咧係有所發布。其中一個咧就係盧文端嘅文章。我坦白講俾大家聽啦，盧文端嘅文章咧係唔可以唔睇。如果作為一個香港人，留喺度嘅香港人，你必須要閱讀咧，睇埋盧文端文章。嗱，睇文章唔係代表叫你跪低，唔係代表叫你咧一定要聽曬、信曬文章上面所講嘅嘢。但係最少你聽到咧喺北京傳落嚟嘅一個聲音。如果你掌握住個聲音，睇到嘅形勢咧，你可能睇到條路出嚟。喺迷霧當中咧，其實隱約後邊有啲 picture。個迷霧後邊係一隻獅子老虎好。迷霧後面是一隻兔仔又好，迷霧後面是一條路又好，迷霧後面是一個森林又好，迷霧後面是陽光或者曙光都好，其實如果大家現在在迷霧當中，你應該希望看多一點。如果你要看多一點的話，你必須要看多一點你知不同陣營的文件，這些重要性呢是大家摸清楚現在面對的處境和局面呢是必須要掌握的事。這個也都是呢我在英國是 Charm House 和呢國際戰略研究會會員呢一個獨特或者一個呢就是做事的手法來的，一個呢就是 assess， 即是一個呢就是理解個局面的手法，就是說呢你要學識，你真的要學識，不能夠呢用立場去看件事情，真的不可以。就算你立場的話呢，你都要學識抽離的立場，是很 noble， 就是說呢沒有立場的情況之下呢去看不同人寫的文章，或者睇唔同人發表嘅言論，或者睇唔同人做嘅行動，而當中咧去估計究竟咧喺迷霧當中咧後邊係隱藏住咩嘅路向，嗱依個好重要。我睇到嘅情況咧就係盧文端喺同一日，即係琴日咧發生咗兩件事。第一件事咧就發生立場新聞事件，立場新聞事件後邊法理原因咧就係譚德志喺12月14日嘅法官陳廣慈嘅判詞，咁咧就俾咗一個咧。就是一個權力俾咗咧，就係臨時權力啦，或者咁講啦，就俾警察同埋咧就律政去做事。點解臨時權力呢？因為個權力咧，如果譚德志去上訴，上訴成功嘅話咧，依種權力就可能會消失噶啦。同一時間，佢哋咁樣做咧，結果就令到咧立場新聞咧就關閉咗，暫時關閉啦，或者我唔知道跟住英國會點啦。好啊，另一方面睇啦，咁同一時間咧，盧文端咧喺明報發表文章。咁咧，你基本上有一段説話咧，大家唔能夠唔睇嘅。佢嘅判斷咧係代表咗北京嘅判斷。佢講咗咧，北京係相信咧喺香港立法會嘅低投票率咧，其實嚟自外部勢力嘅干預或者破壞，對選舉嘅一個抹黑或者選舉嘅一個咧就係一啲咧就係攻擊。嗱，依一個咧你必須要睇嘅，依一個咧係北京嘅反應。是北京作出判斷之後的反應。我告訴大家聽，有人會認為，這個我一定要講清講錯，有人是真的大台來的，真的大台，現在真的有一個大台。其實香港呢，整個香港現在就是這張白紙上面站了很多人，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呢
就喺啲筆嘅範圍裏邊咧括住咗。呢個筆係一個殼嘅，呢班人咧係俾個殼咧包圍咗，就喺成個香港社會裏邊咧，佢同其他人咧唔係太過咧思維一樣嘅，因為佢一個殼包住咗佢哋。呢個殼裏邊咧可能有三成嘅人口係可能咧係心黃嘅，或者傾向於心黃思維嘅人。呢三成人口嘅人咧係一個殼包住。呢個殼其實有個蓋，如果打開樽蓋或者打開呢個蓋咧，裏邊嘅人可以釋放出嚟。慢慢慢慢嘅社會咧，就是、所有人咧就落翻去大圍嘅地方，就係、是、咧就可能咧就係願意咧就係聽多啲、討論多啲、講多啲。但如果個殼咧仍然緊緊密密咁樣閂住，有人會覺得，可能北京會覺得呢一個咧圍爐咗，即係圍咗個爐啦，或者圍咗一堆人咧，係對社會唔穩定咧係一個計時炸彈嚟嘅。如果你係北京，你會點做？如果你公司裏邊，如果你係公司嘅 manager director， 如果你見到公司裏邊有山頭主義，呢、這個山頭主義咧係出現咗一個咧。就是一股力量，如果力量是没人制衡到的，如果力量是由几个不理熟客或者几个外在的人去控制住，他就围了公司一部分人，甚至会计部啊、行政部啊，或者就甚至乎去到最基层的清洁工人都是有些人在里面。你如果作为公司的主席，你会怎么看这件事呢？你一定想打烂个壳的，是必然的，你希望将人释放出来，是公平地看我的行政，公平地看我是對公司的一個決策，就不好呢就圍著一班人在這裡，我有一個決策的時候呢，你們總是有一個負面的情緒，無論我決策對與錯呢，你們全部都要扭到呢是負面的，這個重要。如果你只認真看到這一點呢，其實你就開始呢個人是中立的。如果你看不到的，你覺得不是他做什麼都錯的，咁咧就係所有嘢咧，佢都係咧就目的係破壞我哋，係想整死我哋。咁你冇辦法嘅，呢個係冇辦法嘅，呢個唯有走噶啦。咁但係對公司嘅領導人嚟講咧，當佢見到公司裏邊有呢一個山頭，個做法好簡單，就唔應該俾個山頭繼續，係一定用咗山頭。嗱喺選舉期間，呢個山頭係存在，係大家心知肚明嘅，包括北京、包括中聯辦、包括香港政府、包括市民都知嘅。但是跟住問題就在於喺個選舉度，呢個樽蓋願唔願意打開？如果願意打開個樽蓋，部分人留翻出嚟，可能喺北京嘅睇法就會覺得件事係相對安全，係相對咧個山頭開始咧就願意放鬆，係有善意放出嚟。咁佢對個山頭都唔會有咩行動。但係選舉就正正係一件事件，正正係一件事件，就見到個山頭更加緊密。是更加咧對個選舉嘅制度同埋選舉嘅行為咧，係作出一啲咧就係比較咧就係具體嘅一啲行為。嗱，依個行為結果出咗嚟啦，就個選舉咧係基本上依一班人係冇嚟到投票嘅。好啦，結果會點咧？結果如果你係北京，你就會覺得我一定要夾硬打翻開個樽蓋，係夾硬打翻個樽蓋，係夾硬打翻個樽蓋咧，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嘅事可以做。第一個可以將整個殼完全打到粉碎，打爛曬，將啲人跌翻曬出嚟。呢個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咧，係打開樽蓋，就等啲人咧慢慢流翻出嚟。如果樽蓋有抗拒嘅，就夾硬嚟打翻開佢，用暴力打開佢。而家咧用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9、第10條咧，相對一個輕啲嘅罪名，即係相對一個咧只係罰款5000蚊，同埋咧監禁2年，相對比國安法輕嘅罪名咧。去咧就係處理而家依個事件咧，某個程度上睇，嗱、這、依個我唔係偏幫啊，係事實啊，係已經冇《蘋果日報》處理咁惡劣嘅，係已經咧相對懷柔咗少少。嗱，呢個係咪懷柔？唔係，相對冇咁惡劣啦，咁講啦，即係相對都冇咁強硬，冇咁咧就成個殼一次過咧打到粉碎。佢而家係開緊個蓋。咁如果香港人肯留翻出嚟咧，如果肯開放啲去睇件事咧。我相信件事咧，我哋嘅政治局面咧會寬鬆啲。喺選舉期間，如果當時大家個投票率高啲，有參與，今日其實唔可能發生，亦都好大機會唔會發生立場事件。嗱，當然你覺得喂你講啫，未必會發生，未必係咁嘅趨勢。我真係咁諗，我喺選舉期間都有講過。
我在黑白條片我講了很多次，我們的初心是什麼呢？就算這班人為了勞的人，那個初心都是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義，是立場新聞講的那五個普世原則。這五個普世原則誰不遵守呢？在香港的750萬人裡面有多少人不遵守呢？有多少人藐視呢？我覺得是很極端極左的10%人，絕大部分人包括和理非在內，包括所有不同的派系在內，對人權、民主、自由、法治和公義是一定是非常之慫、非常之向往。北京是不是說不讓你有這些東西呢？又好像又不是，好像又不是。就算選舉期間我很大膽地說公民提名都沒有人動我，到現在沒有人動我，當時林鄭月娥說了沒多少天，我立刻就反她口，都沒有人說我，沒有人用這個煽動意圖來動我，她一樣可以這樣動我，但我有理據說的，我不是煽動，是事實上法例上面是沒有寫到不給公民提名的。這些這樣的事件可以見到，如果當時我們的投票率高一點，真的如果，如果啦，當是馬後炮也好，大家聽聽我說，如果當時投票率高一點，如果情況不是很同現在這樣，變成一清一色的格局，變成一個就是小小污點，可能呢盧文娟的文章呢就不會寫成外部勢力干預，可能呢今天呢昨天呢都不會出現立場事件。事立場呢在2019年、2014年開始到現在都生存到，事實上一直呢都沒有就對立場採取行動。為什麼這個時刻才對立場採取行動呢？當然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譚德志案件在12月14日判了，第二個原因其實就是因為呢就是發生了選舉的事，判斷是外部勢力干預，是仍然有外部勢力干預。其實大家你去想，你經常覺得尤其是黃營的大台，我覺得很愚蠢的做這事，經常進退失據。我不是說就是鄙視你們說不跟你合作，而你們的行為或者你們 的行動很多時候是愚蠢到不可開交。例如你覺得李家超誰做特首，我一講，即是我講心底話，林鄭月娥有誰個做特首會衰過林鄭月娥？大家點撳？大家可以講講，李家超做特首會衰過林鄭月娥，真的。林鄭月娥已經我係非常唔中意，我係唔接受噶啦。但係如果你話唔係林鄭月娥嘅，係變第二個嘅當中，如果係李家超嘅話，我包保咧，包保香港會更加慘，我包寫包單，我寫包單。即是說每件事都有 less evil。 如果黃大台是覺得李家超都是一個比林鄭月娥更加差、比梁振英更加差的可能性，那你就不應該 facilitate 這件事了，是不是？現在你做的行為你覺得是不是其實推動李家超拿一些 merits？ 昨日當立場新聞掛了，誰出來說的話呢？林鄭月娥有沒有出來說過一句說話？大家留意一下，是李家超出來說。現在立場新聞的事件呢，是結果導致李家超多了一個獎，多了一個叫 merits， 就是功勞，多了功勞。李家超站出來呢，即基本上意思就是說拍扁立場新聞是我說的，基本上是這個意思的。他是政務司司長，他有權協調律政司和警方的行動，這個是他的職責範圍之一。李家超出來了，李家超之前是已經出來說了幾次，他說外部勢力仍然在香港，他說完之後跟著就有行動了。整件事可以這樣看，如果我們當時的選舉氣氛造成一個社會相對和諧，其實某個程度上呢，北京這個呢比較嚴肅的老人家可能他都會開懷一點，大家就可以在個過程中呢跟他摸摸底，會可不可以特赦部分人，可不可以政改，還可能有機會談一下。但是現在你的行為其實激怒了他，激怒了他之後呢，他現在就喂我要拍扁，跟著李家超就第一時間出來，我就做了，李家超領了功勞。即是說整個局面呢其實是互動緊的。
當時如果民主黨有幾個人出了封信俾民主黨，民主黨本身的處境不是咁好嘅。其實民主黨一直進退失據，我都不明佢講乜嘢。如果你用謀略去睇件事咧，佢做的決定，羅建熙做的決定咧，係完全係冇謀略嘅，係完全進退失據，是錯誤的，作為政黨是錯誤的決定。縱使是他之前做一連串的決定是不是那麼 appropriate， 跟著有人去提出，喂，不如給你的黨員自己用黨員個人身份，不是用黨的身份去給他 endorse 那些候選人，如果你這樣做了這個正面決定，其實整件事寬鬆很多。整件事呢，很坦白說，說白一點，就北京都根本不想清一色，北京根本就不想民建聯拿了19個位置，北京都想有些人進去制衡著他們。如果不是這樣，根本我就沒有人入閘。如果是這樣，我入到閘的話，我要制衡他們，這個可能就是好的局面。結果民主黨壞我一輪，搞我一輪，還篡改我的危機，去網上攻擊我，這個是他的做法。我覺得做法是白痴錯誤的，做法結果導致呢，就是令到那個崩緊程度更加緊，你以為就令到這個圍爐圍得更加緊密，但其實上面的看法就是我更加要打爛你的山頭，結果呢就導致呢就有一些這樣的事件出來了，就是立場新聞事件。而立場新聞事件導致的結果就是李家超領功，一個呢比林鄭月娥更加可能更加差的特首領功，特首潛在候選人領功，這件不是好事，絕對不是好事。所以呢，所有用立場去思考、用立場去發表言論的人呢，我真的促請你想一想，你不要以為在個選舉制度你的投票率低，結果你就取得勝利，其實是輸了。你是為了執地下那一張100元紙，你跌了袋裡面本來有個1000元紙。立場新聞本來在我們袋裡面，它本來繼續運作著，你喜不喜歡都好，它繼續運作著，它是我們袋裡面的1000元紙。而你的選舉制度的低投票率呢，即是地下上出現的一張100元紙，你弄低心執這個100元紙的時候，你的袋的1000元紙跌了出來，沒有了，被人拿走了，用了，你的袋又少了1000元，你本來1000元，你結果呢現在剩下100元，就是你執起那100元，而袋裡面1000元已經不見了。有人就說，喂，選舉制度那個選舉的那個認受性低，或者個投票率低，那國際就可以出聲咯。在國際出聲的時候，譬如五眼聯盟或者歐盟出這個聲明的時候，很多人很興奮，但我已經當時說了一下而已，炮仗只是燒一下而已，雖然一下就沒有了，聲音呢你留住錄住它，因為只會一下而已，不會有第二下而已，聲音呢不會有第二回響而已，不是一連串的炮仗，炮仗只有一粒，點完之後撲完之後就沒有了，過了氣就沒事了。過了氣有多久？19號選完，跟著20號出了聲明，即是他們的時間20聲明，現在才是29號，9天之後已經有行動，就打爛你的殼。那又怎樣呢？結果呢，就是為了執地下100元，跌了袋裡面的1000元。100元其實呢，本身你不執呢，還有一線生機，前面呢，還有機會有一條路走出來，現在呢，為了執100元跌了袋1000元出來，現在前路還起了一幅牆，這個就是個結果。所以在看香港政局的時候，我希望大家，我真的衷心希望，我不是去水大家跪低，這個不是跪低，大家真的要看清看楚，在每一個不同的立場的人的文件，不同立場的言論，你都聽清聽楚，而當中看一看在迷霧後面究竟是什麼 picture， 而跟著在的整個你的行為上面，你要回到初心了，你看看黑白片說什麼，你真的要回到初心那裡。我在選舉期間拍，不是現在馬後炮，黑白的片段在中科媒體擺在第一位，那個片段是說大家要回到初心，那個初心不是只是屬於這個圍了爐的，是緊緊圍著那班人，那個初心是全部700萬人，就算他是藍營都好，你都一定要呢是說服他的初心，大家是 common 的，個初心就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義這五點，也都立場新聞講過五點，這個初心
因為呢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義，我哋希望有雙普選，我哋希望法制完善，我哋希望法庭判決公平，我哋希望社會制度公平，我哋希望保守香港好嘅制度，我哋唔希望制度沉淪。呢啲所有嘢都係我哋留喺香港人嘅初心。離開咗唔係話佢冇初心，但係我哋起碼留喺度嘅，我哋要面對嘅就係我哋嘅初心，理論上係大曬。我哋嘅初心唔係屬於部分人，個初心咧唔係需要人哋認證，冇人有權認證我。我自己諗緊乜，我自己知。冇人有能力、有資格話我嘅初心啱定錯，冇人有資格咧話我去執行個初心嘅過程裏邊咧，我有冇行歪路？可能我條路先係啱。成件事大家唔好立場去批判，要放低，唔好咧，即係香港人要放低個思維。你如果想北京唔好再咁敵我矛盾，唔好再咁敵我分明，如果係要北京放低依一個成見嘅話咧，你必須香港。我哋有兩樣要放低，第一個河水同井水之間嘅一個矛盾，我哋係井水，人哋河水，甚至人哋海水。我哋唔好成日能夠咧去諗咧，我哋優越過人哋，唔好諗，唔關你事，唔好再諗，你就諗翻好香港自己，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喺成個局面將佢做到最好，已經夠啦。我哋根本冇能力咧去改變全部嘢，唔好再諗嗰啲白痴嘢。我哋冇能力嘅，我哋證明輸曬嘅。喺2019年到2020年，我哋輸到輸清光，而家仲未輸完嘅。如果你再搞咧，你而家擁有嘅少少嘢都冇埋。你再搞落去咧，嗱，如果王瑩嘅大台再搞落去咧，唔係淨係冇立場，獨立媒體同埋眾新聞都會冇埋。到時係點咧？好啦，第二黃藍矛盾，即係話咧河水井水之間嘅矛盾，黃寧同藍營嘅矛盾咧。呢兩個矛盾在香港人的思維裏面一定要消除。你只要放開了，你沒有了這些矛盾，那你才會看到一個新的局面。那個局面就是別人已經框了你，你是沒得說的，你不能夠再說，你都傻的，我怎麼聽他說，你沒得不聽他說，你不聽他說就要離開，就是這麼多。你除非你離開，如果決定留在這裡，我說得很清楚，我是決定留在這裡的人。如果你決定留在這裡的話，我哋上面起咗個金鐘罩，你唔能夠打破。你唔好成日諗住我可以打破金鐘罩。你越去想攻擊金鐘罩，結果你越跌得多嘢。而家冇咗立場新聞，之前冇咗蘋果日報，將會冇埋咧讀媒，將會冇埋咧就係眾新聞。你想點咧？如果你再搞落去咧，結果冇埋嘅，就係咁簡單啦。香港嘅政治個局面咧，大家真係希望大家可以咧平心靜氣，唔好用立場睇事物。看清看楚，跟住你可能發覺咧，我哋咁樣可能會大家好，我哋咁樣行動咧，可能為成個香港咧喺而家咁嘅金鐘罩之下咧，係揾到最好嘅出路。甚至乎，如果北京係一個老大爺，根本佢就唔覺得同我哋身份定位一樣。咁事實上佢哋高人一等，依個係一個你當係一個非常之頑固嘅老人家，你當係咁啦，好嚴肅、好頑固嘅老人家。你對住老人家，你可唔可以硬咧？硬佢唔會聽你講嘅喎。咁你可唔可以話遠少少，去理解一下佢立場，去呵護一下佢？佢可能咧會因為咁樣而覺得更加需要愛護住你。可能佢會釋放某啲佢而家做緊嘅行為咧。依個就係我嘅諗法。你跟住唔能夠覺得喂咁樣做咧就係、是、喂你咧跪低，你咧就係咧就誒為錢，或者你咧就係、是、出賣我哋，唔係咁講。如果我哋再唔敢做咧，結果我哋會一樣一樣咧跌咗我哋而家仍然有嘅嘢。我哋以為喺上年今年年中已經跌曬所有嘢，其實未跌曬，跌咗蘋果日報，我哋仲有立場，仲有眾新聞，仲有獨立媒體。如果大家再係咁樣做落去，再係跟住個大台咁樣不斷咧就耀武揚威嘅話咧，嗱結果咧就而家仲係喺度嘢咧都會跌埋。呢個就係我睇法。